要抢钱，我很认真的在抢。宵宵啊，林嘉伟早上会变得很快乐。我要存九年。喂。啊，这得过我。你听讲恁家有坐什么？牛奶啊，350，拢我哩。牛奶啊，对。拢吃，我都买过来买。1500。我买两片。好好。啦。等我一下。对啊，听说不定期。啊，拢我都有在做。这个阿姐过来，我叫两百。是哦，唔知哦。哎，两百。哦。哈。我买，我搞上，我看到呢。好，谢谢。拄着爱买几罐那东西。你看，单独。单独一盖哦，哇，安尼我看卖，我伫头顶上是有机会。你有没有看到他了？因为前两天，上个礼拜好像有遇到他。对啊，这个要吃人的对啊。我买我家还没来呢。哎，两片条。两片条，大概一点了。我快死掉了啊！总刚刚看有没有办法再去遇到他。对啊，就机缘啊。人生嘛，短短的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还不一定要喊好，快乐一点比较重要。对，我老婆昨天看到这边东市场有什么牛奶阿伯，它是属于它的杀菌方式是属于加热杀菌的那一种牛奶，保留的奶香味会比较浓，所以我想让他有没有办法遇到他买几瓶回去喝看看。三，那个叫做这边叫做神出鬼没牛，那个叫做神出鬼没牛奶阿伯。不要聊天，不聊天，要不然你来聊啊，我来陪。要。然后你来控制。你来 handle， 不要，反正用料料你的，不要，我差不多半点钟就先帮你清单。那个花枝条，花枝条。雅文这边在嘉义哦。张雅文呐？不是的，杨雅文。张雅文有去白沙屯。你有度掉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，我前一天去的。干嘛？你们有？人手不够有欠人吗？问他们。无啦，你着不用问我。你着订吼，用个小，啊，你有地，反正伊着小，伊着录起，你啊有地就录起个了。500块，好不好？台南哦，没有，这边在。蓝心，你要什么东西？留一份，你要过来拿吗？台南不是都是假低薪吗？介绍谈嗨，小文，哥，满100块。牛奶阿伯每个礼拜二都会去南田市场哦。那个你看你要100。阿内菜菜，你帮我留，我从斗六结束的时候，我坐火车去嘉义，然后去坐计程车去南田市场找你拿。那个张宇分300。这是嘉义东市场。什么东西？
没有啊，就牛奶阿伯啊。然后蔡蔡说他每个礼拜二都在南田市场啊，所以我要去那边买啊。是啊，还有我的吗？有钱人的早餐，下面就是有钱人的早餐。350，350。好。来。没有没有海鳗，海鳗偶尔会有，一年大概会出现个两次。你用毒的吼，佮有小可所在顶，你用硬的硬过，规个拢烂。但无感应菌，怎讲我袂食感应菌？会啊。你王爷讲，伊去食一斤老鱼都嫩嫩啊，都焦糊。还有这里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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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冰起来，星期四再去摕就好。好啊，安尼，我就使替你送物件过去安尼吼。他不能买两百哦。吃什么？台南吃什么？不是都是去保安路吃阿明鼻筋吗？两百。现在五多元那边。五多元哦，三百。啊，我等下吃汤汤，我给你请去。有上壁壁灯的哦。大家能吧？
文米粿啊。小文底薪不好吗？我想好，我拿钱给你买。你底薪不好吗？啊，好。隔壁也有上班。我开底薪吗？小文。礼拜四，这边就是每个礼拜四传统早。梅成立，林美成。这边每个礼拜四。两个话早。小芳早安。当兵。先帮我买个，你看我不知道它一瓶多大瓶呢？一瓶几 CC 啊？因为我们家消耗的速度大概两天到三天2000CC。我儿子的早餐每天都会有牛奶。我只能说感谢我老婆，每天都会煮早餐给我儿子吃。我儿子没有在外面吃早餐的，他早餐都在家里吃。下礼拜有牛柳帮我留一下。牛柳好 ，OK。我上上礼拜来，我们刚好卖完要办。上个礼拜来太早来，后边还不够时间，好。底薪是什么？就保台南市保安路的那个阿林底薪吗？三晴天，你想不想吃金补金？想要。喝奶补奶的话，你想不想要吃金补金呢？爸。小米。好，没问题哦。那个说一下，我找一下那个。我的同志圈朋友帮你做一下主乳品的运动。
咸鱼就有空来买啊。真早、啊，美珍明天又要帮你留什么吗？没有，偶尔会出现，只有大概过年。哇，八哥也出来啊！八哥哎，昨天现台舒服吗？昨天那样子有舒服吗？过来，你跳。隔壁师傅鱼肚摊一下，我要改，我要过一下菜一下一下。哦，懂人在欧洲上，这样子才能表达我对你的疼爱，一定要欧洲上的你表。比较不一样的鱼货吗？再给我八双啊！没有，今天常常出现的那些鱼货，比较不一样的就我。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比较骚。对啊，平常就很骚了，今天特别的骚。
我来新闻呢，聊着。有吗？哎，欸，欠缺的没有了，剩冷冻的。